同学，是我。别打了，再打手机又要没电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刚刚 QQ 视频一挂断，我就想拿手机订票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手机没电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想翻钱包，结果钱包只剩几块钱了，把我给急的呀，当时。幸好聪明，我就拿那个电脑给手机充电，嘿嘿，我是不是反应能力超级强？学生会的接站时间是一个小时以前。不好意思啊，害你等这么久。我请你喝点东西赔罪吧。不用了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。但是我饿了，我一大早出来，我还没吃东西呢，你能不能？等我买点东西再走。五分钟。好，谢谢。你能不能借我100块钱啊？我手机又没电了，我充上电立马还给你。谢谢。小姑娘，咱快点啊，这不让停车。马上就好，师傅。我那个世界名著带太多了，所以才把箱子给压坏了。行行行，快点快点。好。拿一下。世界名著啊。哎，你别看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那么久，我请你喝杯奶茶呗。不用。哎呀，你不用那么客气嘛，我妈说过了，不能白麻烦别人。这椅子怎么回事？我昨天明明刚修好的呀。对不起啊。哇，真壮观。怎么会有这个啊？我感觉好像拾荒的呀，我。张哥，哎，怎么又是你？你不写小说，改行当偷窥狂了？没有，这个是我捡到的。那你在干嘛？我在散步呀，我在干嘛？是吗？是啊。你们在干嘛？你，这，你，跟我去买文书。哎，阿姨，这，阿姨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俩好好捡啊，一会儿我可要检查。我说呢，每查一回宿舍，那整个草地上就都是垃圾。今天终于让我给抓着了，去吧。
哇，他们也太快了吧，神速啊，一个个都。要是我的东西被捡走怎么办啊？那我也太惨了。哎，拿这个吗？嗯，对，就这个。快点儿！撵不下去，我够不着。哦哦，对，不好意思啊。好长的伤疤呀。给。谢谢啊。三昭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对了，我的自我介绍你有看过吗？看过了，没问题。你不去面试新生吗？我的那组已经面试完了。啊，我还想让你面试来着。以你的水平，谁面试都一样。嗯，我怎么感觉我新生代表发言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紧张？虽然只讲了一半。贾医生同学在吗？啊，在。我先去面试了，加油。嗯。哎，我也是被文学社给拒之门外的人啊。不只是文学吧？哎，是你啊！我正要去学生会办公室呢，在哪儿啊？那边。谢了。学生会现在在面试，你过去干嘛？我去问问为什么我申请创办侦探社的邮件啊一直没被回复。你的邮件我看过了，学生会这两天在忙着招新，过几天就会回复你。哦，真的？那我是不是通过了？为什么？你的申请材料里面只有你自己，不符合规定，社员必须五人以上才行。哦，那这还不简单？我随时半个小时就可以给你招满。半个小时？嗯哼。哇，真计时啊！等一下，喂，蔡雅思，干嘛？加入我侦探社吧。不要，就你那破侦探社，害得我还不够惨。你加入我，我就让你玩 VR。从今天起，您就是我的社长大人，您说什么是什么。好的，再见。看到没，半分钟就搞定一个。喂，陶莲，加入我的侦探社吧。罗威为什么非得这时候参加学习社？还有一分钟。哇，你非得计时啊？蔡雅思，蔡雅思睡了。时间到了，那就当我输了呗。我一会儿再去找。不用了。你做个人吧，为什么非得半个小时满了就不让我创办侦探社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加入。你？为什么？上次一起查案子，挺有意思的。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跟你反。
那个钱我过几天还你啊。没关系，我请你。啊，不行，说好的我请你的，你放心，这个钱我一定还。不用了。你也不用跟我客气，过几天我妈就给我打钱了，到时候我一定第一时间还你啊。你一个月生活费多少？啊，你问这个干嘛？你算算，你还完我之后还剩多少钱？七百多，七百多。那你下个月吃什么？我吃蔡雅斯的，他上个月没少吃我的。你分期付款吧。哎，那多麻烦，我还得惦记着，算了吧。我会提醒你的。好。嗯，哎，老周，老周，哎喂，你什么时候买的新车啊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也要买。下去，我有事儿。我也有事儿，我等下课快迟到了，稍微成呗。走，下去。回。不坐就不坐。小气鬼。我不是还你200了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路过，看到你，就顺便跟你说侦探社的事儿。侦探社？怎么了？侦探社的活动是批下来了。真的吗？在哪儿？等你下课，我带你去。哎，不用等下课，现在去。我是快受不了这儿了，快走走走走。哎，走吧。走了。嗯。你都不知道。我选修课一节都没报上，最后连体育课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个足球课，整个班只有我一个女生，我就像一个足球宝贝，太惨了。着迷你自由自在像个小孩，没忧愁，特别你笑的时候阳光配合的颜色，即便你发呆有点小笨拙，也对你不放手。时光慢慢把我们幸福装满，怎么转弯最终回到我们美满的地方，每道光为地面浪漫的方向。时光慢慢把新的种子加宽，爱很简单，借助手中的陪伴，不麻烦，一定装满我们甜甜的小美满。奇奇怪怪的。走吧，张文忠。张文忠，你干嘛呢？你等一下，这个肯定是。
要紧。还不去关门？我室友在催了。我怎么觉得赵方舟最近怪怪的，老出现在我身边。我跟他也不熟啊。哎，你跟他挺熟的，是不是觉得他挺奇怪的？他是不是想提醒我赶紧还他钱啊？要不我直接问他，行不行？嗯，谢谢。你想说什么？那个，你为什么最近老出现在我身边，而且还对我挺好的？你觉得呢？我想想啊，你突然出现在校道，给了我本书。书没有任何折过的痕迹，说明这本书还没有被借出去过。你是利用图书管理员身份先拿到的。然后我说去超市，你说你也去，结果从超市出来，你并没有买任何的东西。对哦，都是我的东西。你不是要买东西吗？你怎么没买？去拿包吧。哦，好。说明你是找借口陪我去的。刚刚哭了的事儿，你也帮我说话。教授也不能违反规定。再说，我很珍惜教具的。教授，您还拿着烧杯在喝茶。你还是不是我的学生？当面拆我的台。不仅给我买冰淇淋，还说要送我回去。种种迹象表明啊，你对我有亏欠。哎，我推理的没错吧？你就是上一次在实验室不小心亲到我额头了，所以觉得对我有亏欠。
事儿，别叹气了。上次情况特殊嘛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放在心上，你也别在意啦。如果我就是在意，寂寞人的庇护完成。Yes， 我先进去了。哇哇，没想到还挺暖和的嘛。看来爱斯寂寞人跟我一样聪明。周，你快进来啊！外面那么冷。你把这个垫着，地上凉。好。还蛮好玩的，我要把这个经历写进书里。你好像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很开心。哎，没有啦，其实我挺能哭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把我妈给哭烦了，我妈就把我关进房间里面，然后呢她把我放出来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自己玩得哈哈大笑的了。开学的时候就见识到了。我妈，我哭过吗？报到那天你看着白以星哭了。简直太感人了，东野圭吾的书太好看了。然后又说我手机震动的声音像放屁，而且你觉不觉得他刚刚手机震动的声音也像放屁呀？最后居然又笑了。你这样说我好像个傻子呀。那不行，我好困呢，我得先睡一会儿。我不管你了，你先睡吧。嗯。认识你之前我特别怕别人哭，认识你之后我觉得哭好像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情绪。可以让我看一下这个吗？就算没有拿到书我也不枉此行了。可以拿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啊，是开口器，用来打开死者的嘴，检查口唇和牙齿的情况。嗯，那为什么要检查口唇和牙齿？死者口唇内部黏膜组织有无挫伤出血，牙齿松动，可以用来判定死者生前是否受外力窒息而死，而牙齿可以用来确认无名尸体的身份。嗯，你们的课真挺有意思的。这个，这是把勺子吗？嗯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一把普通的勺。
这就是个勺子。不可能，你忽悠我。这就是一把普通的勺子，用来将死者胃部的溺液、胸部和肺部的积水和淤血舀出来。还给你啊。那我可以拍张照吗？留着看看能不能对小树有用处。拍吧。谢谢。明天你有空吗？一起去看侦探展吧。可是我已经答应好跟蔡雅思一起去看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下次吧。嗯，下次我请你。那我先走了。这么冷漠，就这儿了。行。别放地上，这都粉丝送的。这，你看这回南天啊，害了多少人啊！哎，老周，你也周上。我家小鹿呢？哎，周晓。你别开玩笑啊！哎，你看看是真的假的？你看看，我不要。哎，你看看，你别拿过来，你摸一下。你别，你摸一下。不要，你我才不要。哎，你怂不怂啊？你摸一下。我怂，我就怂。哎呀，是不是男的？小鹿，我去图书馆上班了。哦，行，我一会儿帮你把被子收回去。拜拜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干嘛？你好像忘了我们是同事。啊？我也去图书馆。
像我的样子也分外好看。你嘴角弯弯，好了，笑着而不简单。怎么我不出丑，金飞，刚好遇见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所有夏天都不及遇见你浪漫，是我给你的浪漫。恭喜你，也被存到目录里了。所有时间都抵不过对你的喜欢。赵范赵，因为你我才相信永远，我们在一起就是天天小美满。过来，所有时间都抵不过对你的喜欢。因为是你我才相信永远，就是天天笑。我赢了。哎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别这样撕，这样撕容易把眼睛毛给撕下来。我来帮你，过来过来。等一下再请。这里是图书馆。好。好，好什么呀？那等一下再请。我去系里辅导学生啊。怎么这么淡定啊？谈过很多次恋爱吗？你张张，你要干嘛？我只是拿包。哦，大哥，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。哎，陈宇在你身边吗？你说呢？挂了。哎，等，那你知不知道陈宇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不知道。你俩不是还当过室友吗？他一年前就搬出去了。哦，那周晓总在你身边吧？你能不能请他帮我找一下小鹿啊？他现在没空，挂了。你又在做什么奇怪的实验？检测毛发中的 ABO 血型。毛发也有血型吗？人的毛发中含有与其血型相同的 ABO 血型物质，通过用热解离法检测，可以判定其血型。哦，哎，那你快带我看看。好，你慢点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我得赶紧记下来。
这可是缪斯突如其来的亲吻。啊？啊，缪斯是一位艺术女神，我的意思是呢，夸你给我带来灵感。哦。坐。哎呦，这都不知道，我堂堂一代文豪，怎么男朋友连一点文学素养都没有？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只听到了亲吻。我警告你不要过来啊！你又想干什么？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呀，这好安静啊。我以前经常来这里写作业。写作业？这儿吗？所以，这里就是你的秘密基地啊！嗯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秘密基地，以后不要一个人在这里写作业了。你有我啊，我陪你一起写。礼尚往来，我也送你一场烟花吧。
炮烟花，哎，敢弄吗？嗯，跟你来打光，开始喽。很像，你看我为你绽放的盛大烟花。高激素水平有利于灵感的迸发。哦，别弄太晚，还不都是你害的。牵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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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钱右手，右手，
郑郑，啊，你是不是装醉？啊？我没有醉。我可以帮你推。看，我给你推车。走。走，你走，你卡着了都，你都。嗯。容易醉，你真太搞笑了。我都说了，我没醉。勒死我！
生命这个议题太过深刻，怎么突然想了？我们却一直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。可能是因为之前都没有人玩。当你闭上眼睛体验死亡，现在才打开吧。你想到了什么？你有什么遗言呢？张曼昭，体验死亡是为了让你睁开双眼，淡然面对生活中。如果你有遗言的话，你想说什么？张曼昭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下雨天，你让我从后门去给你拿外卖。哎，不行，我不去，也让你家方伟去拿。本来后门就离男生宿舍近一点，凭什么呀？哎，不去了，拜拜，挂了。周乔，好久不见。舍不得你受伤，偏偏让你好久不见。绝望，想给你，我重新回学校了，恭喜你啊。原谅，可我的世界没有一点。雨下大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太爱了不敢开口讲，怕和答应你的不一样。你给我希望，给了我光芒，可太美好的我都不敢品尝。怕尝一口就舍不得再放，怕甜过了的你徒增寂寞。在哪？这个是袖口。啊？哦。这儿。对吗？反的。受伤那只手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在哪儿？这是人影。另一边。
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可以睁眼吗？你刚刚明明可以自己拉衣服的。那我拉不去。不用了。我没有要跟着你，只有这一条路。不是，我是想说，今天在图书馆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那我走了。我三天后换药。哦。我们去领证吧。不用玩这么大。哎呀，你药擦好了，我去扔掉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结婚。哎呦，我们还那么小。不用想那么远吧，我们马上就毕业了，本来就应该开始计划了。啊，是吗？毕业一年以后，等我们的工作稳定下来，收入也稳定了，可以考虑供一个小一点的房子结婚。从传染病的角度讲，我并不打算养宠物，但是考虑到你喜欢，我们可以多养几只猫。等毕业三年以后，我们就换大一点的房子。到时候可以考虑要几个小孩，数量等。听，怎么了？我相信你，你别说了。你话突然这么多，我有点害怕。那你的计划是什么？我啊，我就想成为一名知名小说家。写的书呢都畅销海内外的那种，实在不行就找一份又闲又有钱的工作，坐吃等死。完了。那我呢？你什么？你的计划里我在哪里？你在我的小说里。哎呀，别这样看着我了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不太会写计划。我们就照你的计划做好了。是暖暖的船，对冬天许的承诺。过程坎坷，但结局完美的小说。
你再这样，我就不结婚了。我现在就跟你回去。叔叔，什么叔叔？爸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快看，快看，你快看，我们家搂住好像要哭了。今天这个日子啊，对一个父亲来说，心里肯定难过。我在武术方面很有造诣哦。嗯，知道了吧？我会好好照顾周小的。想家了就回来啊，想吃什么提前给我跟你妈打个电话啊。嗯，祝福你们。就是甜甜小美满。